毅力，早晚有点微凉，来件方便穿脱的针织开衫最合适。说起来，开衫算是人手一件单品，它也有无数种搭配方式，但最经典的莫过于搭裙子了。而人间天使赫本和露娜春呢，则更偏爱用针织开衫搭配半裙，一样优雅迷人。60年代后期，小野猫 Beckett Burdett 在电影里也贡献了许多这一 look， 但非无论是出席活动还是私下生活都很爱这一搭。通过不同搭配和选品，开衫完全可以玩转出不同的风格，这种宽松和粗针的自由感特别符合法国女生对慵懒时髦的追求。她们会搭配上一条茶歇裙，仿佛随时准备去喝下午茶。轻薄的开衫通过搭配直筒裙可以打造出适合职场的专业感，开衫搭配吊带裙，而且不好好穿衣服，露个肩膀，看着就超性感。除了吊带裙，带有透视效果的纱裙，性感中还多了一丝甜美。你还可以试试真丝的迷你裙，在优雅中更多了一份小性感，女人味爆棚。